这种草药我常见的，也能治华筝的伤吗？他除了身上的伤，还受了一些风寒，所以才会一直昏迷不醒的。靖哥哥，你知道这味药叫什么名字吗？叫什么呀？叫盐虚。盐虚。这个药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呀？就是你有什么想说的，你就说吧。梨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